吉安乡长游淑珍策划续修吉安乡志，委托东华大学团队执行文史搜集、设计编排，还有医化存录等作业。同时，也欢迎在地机关或乡亲可以提供更多珍贵资料，共同来充实吉安在地将近20年的变迁资料，让乡志可以成为地方学、地方创生的世代传承著作。续推未来创生条件是公部门非常重要的职责。吉安乡长游淑珍策划编修吉安乡志，详细撰研记录留存，而且转化成医化资讯，得以完整提供吉安乡珍贵的资料宝库。这一次是要留给我们代代子孙一个很好的记录文史吉安文化以及在地脉络跟士农工商族群共融，以及我们整个社会推动的文化史迹的脉络。所以除了是留给子孙的一个很重要的资产以外，我们相信在淑珍任内有太多人来了解吉安，甚至于想要找出以前的文史记录。那这未来我们会把它医化，成为我们在网络里面可以找到的史迹，还有记录跟很重要的研究历史的提供。所以有很多的文学的好朋友，他们想要再进一步的研究吉安，甚至于想要提供过去吉安在整个不管是农业或者是精致的产业以及整个生态脉络的这一些部落历史，都希望我们能够有很好的完整记录。续修吉安乡志计划是由东华大学的团队来执行，成员涵盖了历史、地理、社会、环境等各个领域专家，以确保续修成果兼具人文等多元面向。目前设立了踏溯吉安脸书社团，和民众分享吉安故事，后续要建制简明版故事地图、地方创生地图集等，期待未来文本融入各种在地声音，让文字亲近大众及增加乡志的可读可应用性，也可以让对文史有兴趣的小朋友们轻松阅读，而不再只是图书馆里头厚重的藏书。谢瑞慧吉安乡报道。